走货留一句话好不好？不要，不好意思，请给我们交代。不好意思，开用手写了。今天一样是从昨天249号开始的观众朋友为第一优先序位，今天柏林外发放号码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 歌后将会告别歌坛演唱会，宽宏售票6号临时更改现场购票规则，宣布7号最后一天售票，接续前一天发放的号码牌从249号卖起，引起现场排队已久但没有号码牌的民众不满。7号中午开卖时间还不到，排队群众爆发，推挤冲突。下面15排人都在排啊，大家不要不好。大家等一下，有人要冲进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都在排的算什么？ 我全家就给进来了，那你们今天排了，那你们自己不走，那不出来讲处理，我们怎样处理？主办单位出来解决了。那怎样解决？现场票可以买好不好？现场票，出来！不敢承认啊！有意见的请上来，今天要不要？卖，讲不清楚啊！不要把它用成刑事案件，好不好？这是消防官已经说要进入调查了。 7号最后一天开卖的是8月8号、9号和11、12号的台北小巨蛋场次，共4晚张票。这些没有号码牌的排队民众，都是依照官网公布分3天排队购票的旧规则。等最久的已经超过30个小时，有人还特地从美国飞回台湾买票。现场大概等多久？已经超过30个小时了。昨天晚上就睡这边，很冷又下大雨，对，都生病了。第3天就是排第3场的票。 你莫名其妙昨天5点才来一个公告，那我们算什么？我们从那么远赶回来，我们算什么？想听二姐封麦演唱会几家欢乐几家愁，有民众遗失身上的现金，有民众却高调秀出抢到的票。现场在警方控制下恢复秩序，但说到底，售票系统宕机，黄牛瞒天喊价，临时更改规则，消费者权益受损的部分，消保处正介入调查。 中央社记者黄黄君、张雅婷，台北报道。 小心人群哦。